奴婢绝不允许让那个瞎子坏了大事。如果你不怕露出破绽，引起怀疑，加害于浙流的话，你尽管去。臣想请陛下开恩，成全我哥与居典义的婚事。卓英有性命之虞，请青海公转告他一句话：倘若他不珍重自家的性命，那浙流这一条命，算是白白断送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狐珠夫人》。